你知道吗？现在用 AI 只需要输入一段简短的描述 ，AI 就能够帮助你去规划出完整的线上课程框架。不夸张，一门包括模组、单元、教学重点，甚至练习题的课纲，不到1分钟就能够产出。但问题是，很多人连自己要教什么、教给哪些学生都不知道，导致 AI 给出的结果也没有什么用。所以这期影片为带你完成两个关键的步骤：如何精准找到你适合开的课程主题还有对象，如何用 AI 一键规划出一门完整的线上课程，我会实际操作给你看。Hi, it's Grayson.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一次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 training 哦。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记得对我频道。首先，第一步就是找到你的课程主题。你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擅长什么？你要列出你有经验的领域、技能还有兴趣。别人经常会问我什么，也就是你已经默默的在教别人什么。我能够帮谁达成什么目标？比如说，你帮助新手创造者完成第一支影片，你不需要成为业界的专家，只需要帮助某个族群他们前进小步，那么你的课程就是有价值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明确定义你的受众。很多新手创造者他们在制作课程的时候，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把课程的定位人群定得非常的广，会觉得这样就会有越多人想去购买了，而结果就是很少人会对这门课程感兴趣。你需要明确定义，是完全零基础刚入门，还是已经有一些经验了？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没信心，不知道怎么开始，还是说太忙碌？他们想要的结果是什么？比如说有第一门产品能赚到钱，或者是建立起自己的个人品牌。这里我举一个范例，比如说课程主题它是用手机录制高质感的影片，课程对象是完全没有剪辑经验，但是想自己拍摄课程的创造者，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家就能够制作出一门有质感的影片课程，这样在你用 AI 来规划你课程内容的时候，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的提示，让你的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在我们开始用 AI 来规划我们课程大纲之前，我想先和你分享一款我正在使用的工具 Kajabi。 Kajabi 它是一个专门为创造者设计的全方位的线上课程平台，它整合了软件架构、课程管理、电子邮件行销、会员系统等功能于一体，即使说你没有技术背景也能够轻松上手。我自己就使用 Kajabi 来建立还有销售的线上课程，从内容上架、网站建立、邮件自动化系统、建立销售页、收款，所有的这一切都在 Kajabi 这平台上面就能够完成。现在 Kajabi 正在推出一个限时的优惠，3个月只需要$99就能够使用它的最高级计划，原价是每个月$399的，在3个月之后，你可以选择继续使用这个计划，或者是转为其他的计划，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你透过我的链接注册，我还会额外赠送给你 Kajabi 它的完整教程，带你完成入门到变现，而且你还会被加入到我们的 Kajabi 创造者的知识社群里面。你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都是能够随时问我的，得到最快速的解答。如果说你在考虑建立你的线上课程，那么 Kajabi就是最适合的工具，而现在就是入手 Kajabi 的最好时机。就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去做线上课程，你没有很多的概念，你只有一个方向，那我们是能够去用 AI 来帮助我们去建立出我们的课程大纲，甚至说是我们整体的课程内容的。那我这边呢，就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我是如何借助 AI ChatGPT 来帮助我去更加了解我的这个目标受众想要去针对的学生群体，从而呢来帮助我去建立出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课程大纲的。那你可以看到，我第一步呢，我先问 ChatGPT， 如果说我需要你去帮助我去建立起我的线上课程大纲，我需要问你什么问题，你会最了解我，一步一步的去帮我想出合适的课程大纲。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你可以问我一些关键的问题，顺序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目标定位。目标定位里面呢，它就有写到这门课是帮助学生达成什么目标的，目标学生是谁，这门课的难易程度是怎么样的，以及呢课程形式还有长度，你是希望课程是快速的上手、系统的深入，还是说小白一步步的带着做，整体课程你是希望大概有多少个小时，你希望课程是单纯的理论教学，还是说实作导向，课程内容方向你已经有确定要教哪些主题吗？还是说希望
让 AI 帮你去从零的去开始想，有没有必须要包含的特定内容还有技能，有没有想要去避免的内容，教学风格还有品牌感。你教学风格想去走轻松有趣、严谨专业、陪伴式的成长、故事导入还是其他，希望带给学员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想要去对标的其他课程或者是创作者，你要告诉他你的课程的商业目标是什么，这门课呢他是为了什么样的商业目标，预计的售价，课程之后他有没有进阶的产品。额外的补充就是这门课程有没有时间限制，比如说什么时候必须完成这门课程，有没有你现成的资源，比如说你之前已经有录好的内容简报或者影片，以及呢你这门课程有没有搭配什么样的辅助资源，比如说 PDF 讲义、练习题、小测验、作业区。所以呢他会告诉你你应该去怎么去问他问题，然后呢帮助你想出一个合适你去做的一个线上课程，这样呢你就是有很有方向的，你只需要去负责问问题，然后给他一些你的思路，他就能够去帮助你想出更多的方法。 OK， 然后呢他就开始问我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门课是帮助学员达成什么样的目标的，我就给他一个很简单的回答，这门课呢是帮助新手小白快速学会 Canva 做出平面设计、影片剪辑，用 Canva 的 AI 功能。 OK， 然后他就记住了，这是我的回答。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门课他的目标学员是谁，描述的越具体越好。他给我几个选项，完全零设计经验的人，有设计兴趣但是技术小白，想为社群媒体制作内容的人，个人创业者、小型企业主、学生、自由创作者，希望用 Canva 做出哪些实际的效果。有举例说社群贴文、简报、影片剪辑、品牌设计、广告素材。我给他的回答呢就是我要针对的就是完全零基础想要去做社群媒体内容的人，他们想制作出 IG 的贴文、 YouTube 缩图，并且呢想要去剪辑影片。他再次肯定了我的回答。然后呢第三个问题，课程形式还有长度。他要给我几个选项，这门课是快速上手还是说完整的系统学会。快速上手它的定义就是比较短的课程，2到3小时就能够完成。完整系统呢就是比较长的课程了，5到10小时左右去完成这门课程。还有呢课程的风格是怎么样的，是偏跟着做还是说有概念讲解加上实际的示范呢。跟着做它也有定义，就更偏向于一步一步的去交出成品。概念加实做呢就是你既有讲原理又有讲示范。还有呢就是你要安排有多少个课程的模组，快速上手呢就大概2到3个模组就可以了，完整系统呢就是在5个模组以上。还有就是你是否想要在你课程里面去加入作业或者是实际的操作练习呢，比如说做一张 IG 贴文、一张 YouTube 缩图、一支短片练习。那我给他回答，我希望这门课程是快速上手类的课程，主要呢是实际操作，大概3到4个模组，可以加入一些让学生实际操作的作业。这边呢又肯定了我的回答，他记住了。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课程内容方向是怎么样的。我需要回答，如果说我要去教学生去做平面设计，那除了 IG 贴文、 YouTube 缩图，还有其他的内容需要教吗，比如说简报的封面、海报、名片等等。那影片剪辑的范围是怎么样的呢，是只教剪片段加字卡上音乐，还是说我可以加一些更高级一些的剪辑技巧，教一些转场特效。 Canva 的 AI 功能要包含哪些教学。他要告诉我MagicWrite 文案生成、 AI 的设计建议、自动的影片生成，还是说他推荐几个适合新手又快速又能够体验到 AI 威力的功能。那这边呢我就给他我的答案是什么。平面设计呢主要就是社群媒体平台的主要内容形式，不需要海报、名片这些印刷设计。那影片剪辑呢在基本的剪辑上面呢可以教转场还有特效。 Canva 的 AI 呢可以讲一些核心的 AI 功能，魔法工作室、梦想实验室这类的功能。那你也可以推荐几个适合新手使用的 AI 功能。那这边呢他就给我答案。接下来呢还有第五个问题，教学风格还有品牌感。他又问了，教学风格是偏哪一种，轻松有趣、亲和力满满、严谨专业、步步深入、伙伴式陪伴、像在一起成长、故事导向、透过案例分析。你希望学员在学完这门课程之后获得什么样的感受，充满信心、迫不及待的应用所学、系统性的技术掌握、能够独立完成作品、启发创意思考、能够灵活运用工具。还要问你，你是否有参考或者说呢对标的其他线上的课程或者创作者。那我就根据他的问题一个回答。教学风格是严谨专业、步步深入的，
我希望学员在学完这门课程之后呢，是能够获得系统性的技术掌握，能够独立完成作品的。然后呢，我没有参考的其他线上课程或者创作者，这边呢他给我回答。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开始给我的课程大纲的这个草案了，对吧？课程名称也帮我想好了一个，这个呢我是之后呢去修改的。课程目标，让学员能够在短时间内独立使用 Canva 完成 IG 贴文、YouTube 缩图还有影片剪辑，并且活用 Canva 的 AI 功能提升设计还有创作效率。接下来呢，设计好了模组，第一个模组 Canva 快速上手，基本操作还有界面熟悉。这个模组里面单元的内容，什么是 Canva， 为什么是新手最佳工具，界面总览，常用的快捷键还有操作技巧，答案的保存还有绘出，附带一个小作业。第二个模组，社群媒体平面设计，然后呢也包括了目标、单元内容、小作业。然后第三个模组 Canva 的影片剪辑速成，都是同样的格式，然后 Canva 的 AI 功能使用。当我告诉 AI 它需要的内容之后呢，它是能够去很快的帮助我去把我的课程内容、课程大纲去写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能够非常好的去提高你制作课程的效率。现在你已经对要做什么课程、要教谁、该如何去规划内容已经有很清晰的想法了。如果你想进一步的去把这门课程实际做出来，去上架开始赚钱，你可以看这期影片，里面具体展示给你如何做出一门线上的课程。也别忘了去透过我的链接去领取 Kajabi 3个月99美金的限时优惠，而且还能够解锁我送给你的两大福利。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这部影片点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追踪 IG。 那么下期影片见，拜拜。